在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的引导下，来自日本神户市议会的议长，也是日本全国市议会议长会会长的方公寿敲下议事锤，体验基隆市议会的议事运作。讲日文的通过，这次神户市议会议长带领议员们共12人参访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特别准备基隆的凤梨酥和台湾的水果，请参访团成员品尝。日本议员们都说非常美味。哦，那我想神户市议会是率先在我们这个神户议会通过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议会。哦，那全国47个议会有37个都因此响应。那在今年6月的时候，在他们的参议院也来这个通过来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代表基隆市议会诚挚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访公寿议长以及上田议员的这个帮忙跟支持。那我想神户跟基隆都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就是依山傍水，有港，然后也有邮轮。那我想我们多一点的交流，可以让我们两国的市民都可以有更深的厚的情谊。広げるという形になりますので、ぜひそのようなフライアンドクルーズにつきましてもですね、ぜひ議員の皆様方と取り替えを得ながら進めていければ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事实上呢，我们神户社这次来到台湾呢，是希望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神户的机场哈，机场他们叫空港哈。那空港的这部分呢，我们希望把它拓展成这个国际空港。那目标是在2025年的时候先开始飞包机。那我们跟台湾这边的连接呢，当然除了这个机场的空港之外呢，还有海港。那海港呢，当然就是跟基隆这边希望呢未来我们在不论是空港或海港的部分的发展，我们要展翅高飞的时候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协助我们。议长童子伟强调，基隆与神户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依山傍海，也都是台湾与日本引进西方文明的窗口，包括最早的铁路隧道、最早的现代化港口等等。议长期待台日两会有更进一步的友好交流，也希望未来能有机会搭乘邮轮拜访神户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